以前那个年代的上课是不是？老师念的话题感觉很无聊。白国风，问题学生吗？哦，不对，是教官吧？我睡着了，奇怪，人呢？怎么没半个人？台风警报，这季节哪来的台风啊？见鬼了！safe safe。好，到我们的回合了。对，那现在要干嘛？阿渠对这种游戏非常非常的不上手。这是我的位置，课桌椅坐起来很不舒服，但久了也习惯了。哇，这种课桌椅已经觉得对阿渠来讲很久很久的事了。有跑步这件事吗？都是用键盘知识。二年人班，这间是我的教室，居然留我一个人在里头睡觉。你应该已经到异世界了吧？所以我们看一下黑板好了。对，我记得今天上课时天气还很好的啊，现在竟然说有台风。就是这里是哪？校门口不是走这里？你连书包都没有拿欸，你就要走了吗？这教室是教室里很安静，大家都回家了。可是为什么这间教室看……这什么？窗台上有一张纸条，大榕树的速写，一张泛黄的速写，看起来是校内的大榕树，树下有人影。校歌。山风当鼓，挥红旗，像花花雪紫气阴阳，应该都是这样唱吧，校歌都差不多。学校的校歌其实还不难听，只是从小学开始，校歌内容就不外乎是爱学校、爱国家，最后还要打败共军复兴民族，想起来有种奇妙的感觉。对，阿徐是一个那个什么故事的背景架构，我都不会去太认真的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我想要完全的体会游戏的乐趣，所以这方面有什么错误的就不要太苛求我了。门上锁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离开这个学校为主嘛。可是你有雨伞吗？校长室，校长室的门牌，校长室也锁起来了。不知道有种啥的盆栽，里面的植物都死光了。水仙花盆栽，真惨。哭到只剩一株还撑着，土里似乎埋着什么东西。是否要挖出来？好啊，就照片。什么东西？
果实。在大华一楼花圃找到的照片破损严重，看不出里头的人是谁。边缘写着一段文字：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，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。哦，好，这边有写，我在想说这个字好像有点难看得清楚。对，那我们就走吧。铁门呢、欸？啊，铁卷门已经放下了，往校门只能走这边了。得想个办法打开才行，完全被困在这里了欸。记得这是控制铁卷门用的装置。哦，里面是一组机械绞盘，盖子上用油漆写着操作方法，看来需要一根手摇柄。手摇柄是吗？这里是哪？哦，看起来很可怕的地仓库欸，先拉开电灯好了。这上面是有血吗？为什么有种苍蝇的声音啊？哦，顺遂的就拿到了欸。这件雨衣也太脏了吧，一靠近就闻到浓厚的霉味。是雨衣欸，可是它这是锈吗？它又已经是奇怪的那个了欸。一台没有火炉，去年寒流时又搬出来使用，所有人围成一团的样子还蛮好玩的。好，我们就装上去吧。脱衣道具与场景互动，好，来吧。好棒哦！不过有种好复古的感觉哦，手摇装置哎，可是感觉门是锁的，没有吗？哦，都已经锁了铁门，其实这种门就不需要锁，是不是？也是啦，只是现在防护应该不会是这样。哇，好，比较旧式的建筑的感觉。要出校门最快的方式就是穿过礼堂。确定要进入吗？不然呢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，我遗漏什么吗？还是我们应该要再继续往右边走？不对，你是谁啊？是女主角吗？你是培养高尚的品德，实践四维八德。这不是重点，而且国父看起来也很可怕。啊哈，比较像人偶，对不对？嗨，你在这里做什么欸？哎都。对啊，很像精致的人偶娃娃，然后坐在那边一动也不动的。男主角反应也太慢了吧。仪容镜不自觉的就检查衣角有没有跑出来。天哪、啊、对，那个什么训导主任吗？你是谁啊？这个女生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样啊？同学，没反应。上去讲台上看看好了。也是啊，第一个反应都会觉得他应该是正常人，然后想说他怎么睡在这边，想要去摇醒他之类，殊不知一摸身体会很冷。同学，起床哦，台风快来了。这是哪里？大礼堂，你睡在讲台中间了。诶，
学校已经放学了，台风要来的样子。台风？我刚从教室里走过来，沿路连半个人都没有。奇怪，我怎么？快回去吧，天色也不太妙。等下暴风，等下暴雨就惨了。等等，我的项链不见了。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的项链。刚才叫醒你的时候就没看到，怎么会？我弄丢了。到底掉哪里去了？要帮忙吗？哦，要帮忙吗？这样会不会耽搁到你？妈，两个人找比较快嘛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是什么样子的项链呢？玉佩，白鹿的造型，用绳子系着。那我们分头走吧。谢谢，拜托你了。这女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很中性欸，害阿许没有办法配那个什么比较可爱甜美的声音。桌子上都是杂物，还有一件老旧的军用夹克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女生好像急着找东西，总觉得放着不管不太好，还是帮忙一下吧。有啊，我帮忙了，只是在哪？如果在上面的话，应该看不到啊。教室用的椅子，平常不会搬进礼堂吧？今天有什么活动吗？你怎么会在礼堂里睡觉啊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头还有点昏昏的。还是赶快找到项链回家吧。你家住哪里？讨厌，到底掉哪里去了？女主角绝对找不到，我们一定会帮她找到的。哪里呀？我觉得就可能掉在她的那个椅子上啊。她又走上去了。会在哪？哦，这里可以进来。库房种地，然后严禁烟火，展猛。哦，严禁。这什么？很老旧的排风扇，没有通电，扇叶也转不太动的样子。深处隐约传来的声音，是外头的风声吧？通风口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大概太里面了，伸手没有办法拿到。那怎么办？离开，先看一下可以勾的什么东西。旗杆，搬旗牌，全校集合的时候就要搬这些玩意儿。啊，天哪，好时代的东西哦。桶子里面放着一把雨伞，拿起雨伞。哦，等等，对，我需要破雨伞欸。那只好用雨伞勾一下了。
破雨伞，储藏室童子里找到了破雨伞，状况很差，没有办法拿来遮雨，但是有点用途的。对，拿这个来，勾勾，勾勾，出来出来，得到了白鹿项链。好，我们找到了。想说会不会在地上还是哪里，跟着女主角这样走很久。女主角在哪？在台上吗？在台下吗？嘿，我找到了。是这条项链吗？啊，你找到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在哪里发现的啊？隔壁的储藏室，掉在通风口里头，感觉像是被丢进去的。哎，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？嗯，算了，反正已经找到了，没什么其他事，就快点走吧，感觉要下大雨了。嗯，好。女主角就是慢慢的。好啦，走吧。哇，雨好大。台风天待这里太危险了。然后念不完。什么？啊？什么？这块石头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好像是从山里什么宫庙掉下来的。哦，什么宫？的确。嗯？什么东西？警卫室，连警卫也回去的样子。再过去就是校外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天哪！哎呦，这里是剧情模式吗？好。啊！啊，怎么了？桥断了。靠！不会吧！哦，等等，这是河吗？天哪！而且河水怎么变红呢？怎么可能啊？哎，这么大量的血！血！你不要吓我了。抱歉，只是随口说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妈，先冷静下来，这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的。怎么会染红啊？台风天，河水顶多会变浊吧？我知道了。山上有几间工厂，一定是他们趁台风来的时候偷放废水。天哪，社会议题吗？是这样吗？应该吧。其实我也没有亲眼看过，就从里长那里听来的印象。这样的确说得通了。妈，比较糟的是桥断掉，这下没有办法下山了。妈，真的是，明明一堆人每天都走来来去去的，公所就是死都不改建这座烂桥。先回学校吧，这样淋雨也不是办法。也是，别担心。
如果只是台风，善用学校里的资源，可以安然度过的。嗯，你还蛮可靠的嘛。就保持乐观讲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小剧场，我有稍微看了人家的评论，是说悲伤的气氛大于恐怖气氛，所以我们相信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带来感动的故事。唉，又湿又冷又受困，祸不单行呢。就先休息一下吧，等会想想要怎么在学校里过台风夜。哎，对了，还没有谢谢你帮我找到项链。我是三年中班的方炳新，你呢？我只知道这里有二年二班。是三年级啊，学姐，我叫魏仲庭。不用叫学姐啦，有够别扭，叫名字就可以了。平时不会去三年级的大楼，觉得你们都在准备升学考试，气氛应该很沙吧？才没有，爱玩的还是照玩，没你想象的那么认真啊。唉，还蛮羡慕你们的，快毕业了，不用再看到白国峰那副扑克脸。教官吗？也是。白教官？哇，你竟敢直呼他的名讳。听说他以前打仗杀人不眨眼的哦。喂，是私底下才敢好吗？平常大家都怕他，怕得要死。光远远听到他清爽咳，清痰咳嗽就会喘。等等。哦，嗯哼，那个同学，就是你，过来。为什么看到教官就躲？心虚什么？你够肥啊！妈呀，虚的有够像的。就忍忍吧，明年就轮到你毕业啦。啊，度日如年好吗？嗯，我想好了，过一会儿我下去校长室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长。工具间应该有一台暖炉，然后再去保健室弄两条毛毯，这样过夜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你还真考虑的周到呢，要帮忙吗？不用啦，学长你在这里，学姐你在这等，出众跑腿的事让男生来就好了。你这样很大男人哦。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娇生的惯养的小姐。是哦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就很习惯这样讲话。也不用道歉啦，你这人真是有够直的。不然这样，我先回去打个电话，回来再一起去搬东西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这样的话我接受，那你快去快回吧。等等，有点学姐越来越立体的感觉哦，而且的确男主角是蛮有担当的男人的感觉。可是应该是时代的关系啊，所以这样讲话对女生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尊重。嗯，电话打人吗？真要去，快去快回咯。回到了我们班欸。也是啊，等等，为什么这边变成这么恐怖的样子？欸，等等，才刚讲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对吗？等等，
主角都没有意识到变成奇怪的样子了吗？他的脚步轻声回荡，勾起心中的一丝悬念。时间戛然停止，世界分崩离析，转眼间无处已将我吞噬。等等，什么？什么？开头吗 ？OP OP。等等，主角我被吊起来了。英龙宛在以长存，年玉则痛永别。学姐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